大叔，是你救了我吗？啊，醒了。你伤得好重啊，非躺几天床不可。来，这些药啊，是我精心调配的，喝了可以补你的血气呢。哎，小心烫嘴。谢谢。一定是饿坏了。你是这岛上的矿工吧？一身是伤，造孽呀！他们就喜欢折磨人，在老家活不下去，才到这种鬼地方来干活。为了几个大洋，漂洋过海，能活着回去的又有几个呢？慢慢喝，还多着呢。嗯。哎，你这么年轻，就来这里当矿工，是为了弟妹，还是为了家里的媳妇儿啊？是找这个吧？昨天我救你的时候，从你身上掉下来了，我看一定是你最宝贵的东西。谢谢你，大叔。还有我的剑呢？剑？我可没见到过。圣母，你别出去啊！师父，你不再听我的话了？不，师父，我见他这么年轻，又伤成这个样子，定是从矿里逃出来的，他不会去告密的。你要我跟你说多少遍，这世上没有人可信。师父，他好可怜，求师父收留他，我愿受罚。自作孽。小兄弟，没事吧？大叔，对不起，害你受罪了。这位前辈，你手上拿的是我的传家之宝，请您把剑还给我。以你的能耐，还不配用此剑，何况你是将死之人，要剑何用？前辈，我跟您无冤无仇，为什么非要杀了我不可呢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没什么道理，就是我曾经发过誓，擅闯死灵的人，无论是谁都得死。原来死灵的传说是真的，但是杀人的不是鬼，是你。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很多闯进来这里的人，都是逃出来的矿工，他们有多悲惨，你知不知道？他们只是受于被逼，一心求生，而你，你却这样把他们给杀了。你这话都有人问过100次了，我再回答你一次，因为他们笨。你是个疯子，你是个杀人魔。我喜欢不怕死的人，可我不喜欢一个小伙子在我面前乱嚷乱叫的。等你老了之后你就知道了。想跟我平辈论交，可以先破了这条春雾迷蒙再说吧。给你3天的时间。等一下，我的剑。没本事的人没资格拿剑。
大叔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的师父吧。你认为你已经可以了吗？三天的时间还没到呢。英雄现在就愿领教。小子。不是你就只会使这四招吗？这是我娘的白家剑法，刚给我改良的。说，我那招春雾迷蒙是谁教你破的？是不是那个叫阿麦克的畜生派你来的？不，我只是看过他练刀。师父，高抬贵手，听他解释吧。我只是觉得那招是挺有趣的，就把它记住了。你这个春雾迷蒙只是玩弄虚实，供人不备罢了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不是吗？所以我才想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以我娘的剑法虚晃你几下，再用我偷师学来的招数破你的剑法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个能破我的招式呢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大海的刀法不错。谁是大海？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阿麦克，因为他最凶，所以我们都叫他大海。我看他练的招式都是互补长短，互相克制，刚才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所以就用上了。我苦思了十多年的四季剑法，就凭你小子一下子就能看出我的奥秘？我不信你骗我。是不是他派你来的？他从来不安好心眼，他就不相信我是真的在活着。你个臭洋奴！我不是洋奴，我爹娘就是给洋人害死的，我恨死他们。我就是因为杀了洋人，所以才逃到这鬼地方，受尽他们的气，几乎被他们折磨到死。如果你不欢迎我闯进你的地方，你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你不能叫我洋奴。北坡，身在异乡，人心难测，有本事把这招再给破了。大叔啊，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？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名字，那位前辈他怎么称呼你呢？师父叫我生奴，我双亲遭人害死，我也差点活不成，是他救了我，也替我报了仇。我发誓一生一世做他的奴仆以作报答，所以以后就叫生奴。那前辈呢？那位前辈他叫什么名字？师父本名金傲，是中国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，也是一代剑术宗师。哦，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强。对了，他为什么对那个大汉恨之入骨？师父这十多年来过得这么苦，都是被那个阿麦克害的。
师父受阿麦克的邀请来教他武功。阿麦克学会了武功，就讨厌师父为那些矿工出头，竟然向师父下毒，还挑断了他的手筋。什么？我虽然把师父救了出来，跳下海里装死，但没法回中国去，只有暗中藏在死林之中。后来我治好了师父的双手，可是他的内伤一直无法治愈，他的功力也大不如以前了，所以他对阿麦克这个叛徒极为痛恨。那前辈他为什么不找大汉报仇呢？师父不是不想，只是以他现在的功力实在是无法延胜，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呢。但我还有些不明白，为什么前辈要那么狠毒，要杀死每一个进入死灵的人呢？师父认定阿麦克一定贼心不死，会派人到处找他，所以他把所有闯进死灵的人杀死，还故意布下有鬼怪的仪阵，让人不敢进来。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。那个神出鬼没留着长辫子的那个人是谁啊？他叫鬼仆，也是师父救回来的。他曾经向阿麦克挑战，结果不幸双手被废，一张脸被毁。师父教他武功，然后要他守护死林，凡入者死。他可是阎王殿的小鬼，你最好别再碰上他。鬼仆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不知好歹救那小子，早晚害死师父。怎么会呢？花英雄是好人。师父的内伤一直都没好，这几天他和那小子事件之后回来就一直吐血啊。再这样下去，只怕师父会……你闯的祸你自己解决，还有，别让那小子落在我的手里，要不然他会死得更惨。大叔，不仅你的药很灵，你烧的菜也真的很好吃啊。这阵子多亏你的照顾，我觉得我的身体比以前结实多了。是吗？嗯。啊，来，那你再多吃一点。嗯，好。来，还有最近啊，跟金傲前辈对差，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。跟我娘的白家剑法互相配合，相互使用，我就可以。对不起，我在饭菜里下了毒。啊，为什么？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他的性命对我来说比谁的都重要。他和你比试武功，触动了内伤旧患，再这样下去他会死。两个只能救一个的话，我只好救我师父。既然前辈有内伤，他为什么还要跟我试剑呢？你不了解他，他是个武痴，他不服气你每次都破他剑招的方法，所以我们劝也劝不住。对不起，我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我不杀你，鬼仆就会动手，你若落在他的手里，只会死得更加痛苦。冤有头债有主，这事与我师父无关，你若化作冤魂要寻仇，你来找我好了。把那小子带出来。
师父。生奴啊，你好大胆啊！你怎么可以毒害我新收的徒弟？快快快，赶快给他解药！哎，师父，我们是为你好，这小子千万留不得啊！留不留由我来决定，由不得你们拿主意。万一这小子有任何差错，为你们俩试问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你有没有听到，师父认你做徒弟了，还不前去拜见师父？不，啊，我不能当他徒弟。啊！臭小子，师父收你为徒是你的福气，别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我听生奴说，前辈有内伤，所以每次跟我对差见招之后，都会吐血。可以当前辈的徒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但是要损害前辈的身体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哈哈哈！哈好，好小子，我喜欢你。那今后教你剑招，我就不使内功，你看怎么样？英雄，拜见师父。哈哈哈！好好好好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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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悟性是百年难得一见，练武的奇才。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发扬中华武术。我把真传传给你，我的心愿才有可能，才有机会实现。我在这鬼林子里头待了十几年，我就等这一天呢。我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，师父，弟子我好好练功，帮我报仇，才能离开鬼岛，才能把我的剑法带出这个鬼地方。那个西洋医生吗？好神气啊！神气个屁！你看从前给华英雄打死的那个东尼，跟班一大堆，你再看看他，买点东西还得自己动手。下次上集市我自己来就行了，免得别人指指点点，乱嚼舌头。我才不在乎呢，你一个老人家拿得了那么多东西吗？对了，你不是说有个同乡侄儿会来帮忙的吗？他不来了。知道我是假洋鬼子就不敢来了吗？几个人都是怕人闲话做不长，请人又不容易，赵伯，你多加点工钱试试看吧。哎，赵伯，你觉得这个好吗？哎，不错，挺好的。给我两斤核桃。你把孩子还给我，你别抢我的孩子，你放开啊，别抢我的孩子。松手，这是我的孩子，给我松手。你抢，你还给我，我的孩子，给我松手。我的孩子，给我，你别抢我的孩子，给我，你给我，你还给我。你在干嘛？占了小鱼的便宜不认账，现在又跑来抢孩子啊！谁叫我老婆生不出孩子呢？这叫老天有眼，你自作孽！你最好滚，不要在这边伤害别人，快滚！关你什么闲事啊？你那是狗拿耗子，管得快！滚！滚啊你！别动，管闲事！滚滚！放手啊！放手啊！来人呐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来人！你不是不让我拿那个孩子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今天让你给我生一个。哎呦！哪儿跑你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走开！放开我！最讨厌男人欺负女人了！哎呦！
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再打他们主意了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救命啊！我不会水，救命！你放心，水很浅的，淹不死你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出手的。你刚生完小孩，这些钙片对你有益，早晚一粒。王八蛋，竟敢杀害我的兄弟，我就让他看着当日跟他同船的人给我的兄弟陪葬。炸药都卖好了没有？卖好了。你出来，你可以救他们，也可以看着他们死，你选。果然没有死。我怎么能死？我还没有清理门户呢。我已经将你的剑术另创刀法，根本算不上是我的师父，而且你的双手已经废了，你能斗过我吗？别慌，
师父。师父，老前辈，师父，师父，早就料到会栽在这混蛋手里头。师父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有事吗？我听人家说你在找帮佣。你想当帮佣？谁介绍你来的？没有人介绍我来啊，是我自己跑来的。当抢羊鬼子的下人很不好受，随时给乡亲视作半个羊奴，你可别害了自己的亲朋好友。这个我知道，我也不打算当长工，你也不需要给我工钱的。只要我做了一个月，你找到新的人，我就……这算是报恩吗？我从来不向别人施恩，我只做我应该做的。我也一向讨厌那种拉拉扯扯的人际关系。你没有欠我，犯不着免费替我打工。赵伯，送客。哎，顺便帮我找找那个核桃夹子。不知道丢哪儿去了。我这就去，少爷。小姐，以后还可以请你帮我开核桃吗？师父，把它都喝了吧。生奴，哎，鬼狐，在师父。恐怕这一次，我是真顶不过去了。不，师父。听我说，没有什么关系。十几年以前我就应该死在这儿，在这死林子里躲着，跟死也没什么分别。鬼仆，师父，英雄已经得了我的真传，我希望你们两个能助他发扬中华武术。我就是死，我瞑目。师父，我……鬼仆，你还想说什么？师父，我怕你看错他了。你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他的身上，可是他呢？你伤成这样，他在哪儿？把你送回来之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出现过。我怕，我看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。鬼仆，你鬼仆，我知道你对我很忠心。你呀，做什么事情不能只用眼睛看，还要用心去听。听到没有？
师父。好，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师门留下这把金剑，十多年以前被阿麦克所害，我十多年没碰这把剑，一怒之下被我折断埋掉。本来以为没有机会再碰这把剑了。师父，我之前就说过一定会把这把剑续好，但因为这里条件简陋，所以我未必能把它续得好。等我们到了青山，我去找上等的钢材，一定把这把剑续得更好。到时候师父你可以带领我们大家发扬中华武术，名流海外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他跟我的心思一样，发扬中华武术。对了，孩子，我有一封信写好了，留在鬼仆那儿。如果有一天你们可以离开这儿，到金山去，把信带着，到中华楼去找剑圣，他看了信，就会跟你比武。我跟他约好了的。你就代表我去。师父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。去得很好，跟新的一样。罗汉，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要聚集在矿场那边，以防范那些管工来突袭吗？扎汉已死，我相信那些喽啰也不敢再来。你还是回去照顾他们吧。那你呢？我向来独来独往，既然不用当矿工了，我自有我的去处。
那也得先离开这里再说呀。你何必急着走呢？我听老矿工说，迟些会有补给船停在龟岛。我根本没打算离开这里。再说，这里不错呀。他们告诉我，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渔村呢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归宿，也许这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处吧。老汉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被埋在沙里，等死的时候，蒙着面救我的，我知道是你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你看他们能再出海吗？从前他们给丢在山洞等死，全无指望，如今终于可以到金山去，这个意志很重要的。好像是码头那儿传来的，走。是谁把你们打伤的？回来，大海和钱无义，他们把船给抢走了。英雄，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渔村呢？听鬼仆说，过了前面那个山头就是。到了渔村又能怎样呢？我们身无分文，就算有去金山的船，人家也未必让我们上啊。等待时机吧，怎么样都比留在矿场好。哎，你们看，我们可以在船上工作。我们去。Can you shut this dog up？ 船长，你们回去吧，他不会让你们上船的。船上水手也不缺。你看在同胞的份上，帮我求求他吧，要不然我们一群人只会困在这个岛上。其实他也做不了主，这船是给包了。你不如去求他们吧，他们的老大也是中国人。对不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们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啊。这船是被他们给包了，我想去求求他们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坐船多日，终于可以脚踏实地的吃些东西了，真是太好。不，他不是敌人。
可能姓霍那老乌龟派来对付我的，我爹可能有危险，我们得赶回去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路见不平罢了。好小子，你的剑法非常的好，看到我眼睛都花了。你们也是要到三藩市的吗？为了这件事，我正想向你。我明白了，你我也算是朋友，你帮我杀敌，我送你一程，比较起来我还比较划算呢。